的话，常忘东忘西，对外来的刺激很敏感。七常被绊倒，当然就是冒失鬼。是，好，那所以这个，请问医生，人的小动作真的会显露他的内在性格吗？会啊，我想我们讲不能讲小动作是怪癖啊，它大部分一定从你生活经验来，那主要都三个目的。第一个一定是说，你做这个动作会让你有加分，比如说做这个动作你也拨笔。像有的人，我想他一起床的时候，有人习惯会今天看左手在上面还是右手在上面，来表示今天运气好还是不好。在哪个上面？有的人习惯就是看在被子上面，这都是可能就是你小时候你听人家讲啊，你就把它记成一个习惯了。那这一些第二个，有时候这一些怪癖或小动作是为了避免一些不吉利的事，像我有个案啊，他呢洗手呢，每一次洗手这规定要洗33下，所以你要如果要整他，很容易看他是在看他嘴巴念念有，只是故意唬他一下啊，刚数到几下了，又开始要从头来数，这一些是有一些像强迫症的疾病在那边。今天呢，我们这个在节目里面呢，我们会推出一些在平常呢，你可能这个习以为常的东西，但是呢，我们有好几位同学呢，对他们有恐惧症。我们今天就要来挑战一下，假如你能够挑战过关的话，那我们就送你电影票，是不是很好哦？这边的凯特的欲望日记10月14号起效上映，好吗？就送你电影票哦。好，首先呢，第一位要来进行挑战的呢是 Look， 欢迎你。好，这个部分呢 ，Look 要挑战的东西是一个饮料类啊，因为 Look 这三个饮料中，它有一个是非常非常惧怕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就要来透过他的这个表情，来让大家猜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他怕的。那如果猜中的话呢 ，Look 就要把那个东西喝光光。啊！恐怖箱复活啦！我们居然做了特别恐怖箱，哎，好不好？好经典哦 ！Look，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你讨厌什么嘛，你先一个一个把鼻子趴下去闻。好，来装这边。你闻闻看。你手先摸，等一下，手先摸，冻在这，对，好。你表情做起，好。好，起来做表情。好，表情。哎，我们看一下大概是什么，在这边哈，最好是看得出来，来看一下。看见。哦。来第一杯，来。哇，这灯光太惨了。接下来，接下来第二号。请趴。请深吸一口气，大力吸。哎呦。怪怪哦，对啊，好了，打开我们也看一下。怪怪哦，好阴森哦。好 ，Number Three， 请吸。哎呦，哦，小小的变化，吞了一口口水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。接下来更残酷，就是说，Look 呢，你要各喝一口。哦，而且你喝了以后不能给人家看出来哦。第一杯，来麻烦纳豆。一号，这个是其中一杯，是他怕的要死。可以讲啊，因为他知道里面。他现在已经当然知道里面有他怕的。对。第一个是。第一杯是杏仁。杏仁。哎，干嘛喝那么小口？不好意思，我们的规定是很大一口。对，好小口。哦，他有可能在演啊，你们注意，他有可能在演哦。好，这是第一杯。好，好，接下来二号。Number two， 第二呢，里面的东西是，请喝。第二杯它的东西是科尔必斯。科尔必斯。好。接下来三号，好，请喝。好，第三呢是阿华田，好，我们要请一个代表来猜，是的，猜他到底怕的是什么？马太，马太，以我对他了解，他第一一定是第一杯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刚第一杯他只有倒一点点，然后你看其他两个他还蛮干脆的。他完全演不来的感觉，就是对掉的感觉。然后一就是，其实真的很害怕。你加喝一大口，他才刚好才忍住喝一大口。Look 来，自己来揭晓的答案吧。
对，就是第一杯。杏仁，那你猜错嘞，不是你猜中了，那你就对啊，你就不要说你要挑战呢，你变成要把要嘛，你就把杏仁喝完喝掉，不然的话就要接受我们另外准备的恐怖吐司，对，这两个选一个，喝这一杯，喝完，或是恐怖吐司，喝完，我要选吐司，你要选吐司，但是你为什么这么怕？你确定吗？为什么这么怕这个？因为它有一种那种金龟子味的味道，金龟子的味道，你怎么知道金龟子是什么味道？其实我小时候吃过，你吃过金龟子？那是你变态，还是没怕杏仁？杏，那真的跟金龟子一模一样。喝到通常会身体会有什么反应呢？其实我第一次喝它，你第一次喝它，不敢闻啊，不敢喝，我闻都不敢。像夜市有时候会那个，我就抓着就开始跑，我用跑的。你刚喝的感觉是？我刚感觉内裤都要松了，就是我刚背超凉，我就鸡皮疙瘩，刚起鸡皮疙瘩。所以你宁愿吃恐怖吐司，你也不要喝这个。喝啊！可是我们恐怖吐司有可能里面抹的是杏仁酱哦。啊，确定哦。好，对，如果你喝杏仁是可以抽奖金的，我跟你讲，但是恐怖吐司就没有。对啊，你就只能吃完就算了哦。你如果挑战今天挑战你自己最害怕的东西成功的话，让你抽奖金，那恐怖吐司就单纯的惩罚而已。克服了自己的障碍之后，还有钱可以拿，还有钱可以拿，去哪里找这么善心的制作单位？对，就拼了吧，没你点，没你点，加油，照出来，你有多 man， 加油，加油。冒冷汗呢，还会我跟你讲，可把你抽到这个钱，然后你从此就克服了对杏仁的恐惧。对，我喝完可以马上喝别的东西吗？吃恐怖吐司啊！好，喝完可以配别的，另外两配阿华田啊，或者是其他的可乐比斯都可以。要不要？要。没有啊，钱哦，没一点，没一点，没关系，加油！他就是一大杯的金龟子而已。加油！重点是小朋友真的不要吃金龟子啊！真的想吐哦，还是没办法克服。下次在路上看到会比较不害怕吗？下次还会喝吗？我觉得我会更害怕哎！啊！现在上节目变得加深。现在那个杏仁的味道有没有冲上来？因为它有一股打一个隔音，整个冲上来。对，就是它用吞硬吞吞下去，这样就阿华田盖过它的味道。对，盖一下。那你今天尿尿的时候千万不要靠近马桶，因为那个味道也有。应该闭气尿对。好，那恭喜你选择一个红包了，抽红包哎！来，请选择。远看，远看，远看，左一好了，左一上面上了，对对对对，上面好，恭喜你，你看看你克服自己的障碍，又有钱可以拿，多好呢！哇，哦，好的吗？最高是多少？啊，两万哦！真的吗？至少也有。你自己把它抽出来，然后给。至少有两万吧。请看，应该有两万吧。应该有两万吧。得到的是。加油。